呀，志颖，嗨，哥们儿。睁开眼就能看见你，嘿，就像是回到了预备学科。我在收拾武器呢，队长的命令。欧律托斯 M62 磁轨步枪，1000米内无弹道偏移，无视环境和风力。哼，哥们儿，我只能说，你永远可以相信天命。但我也不讨厌以前那把训练步枪，润滑扳机，给枪身防锈，检查主簧、压臂、连杆、枪膛。哼，我喜欢这种循规蹈矩的工作。说到这个，你有好好检查自己的武器吗，志友？这次任务可没那么简单，直觉告诉我。哦，你是指第二年期末的那次越野测试，下暴雨那回，对不对？别提了，那次我们可被教官整得够惨的。哎，你那是什么眼神？是呀，谁知道那竟然是教官给咱们抛下的诱饵。我至今还记得他逮住我们时的笑容。哎呀，真是太可怕了。哎，好好好，我承认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行了吧？你别这么看着我了。你这家伙进了圣弗雷亚学院后好像变了很多啊，我都快不认识你了。那么成熟的你，乖乖听队长的话，去准备武器吧。你那一手神火试炼的本事可别再用了。不光我这么想，队长和小T也一样，只是他们不会明着跟你讲。放心吧，就算直觉派不上用场，我的子弹也会带给你好运的。就像从前一样，哥们儿。前辈。
是我的，谢谢前辈。抱歉，我太不小心了。我每天都会换新的。其实我一直戴着口罩，是想把自己藏起来。嗯，其实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和别人相处，总觉得会麻烦大家。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人。哦，不不不，前辈您误会了。只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土木工程师，大崩坏结束后，一直忙于世界各地的灾后重建。他们工作很忙，所以没什么时间陪我。我也尝试过像莱尔前辈那样坦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但我不行的，大家的事情都那么多，万一耽误了人家工作就不好了。而且没有口罩的话，我连看着对方的眼睛都做不到呀。我也不知道，但我只在面对面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如果是线上交流，就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平时如果是和不太熟悉的队员对接时，我都尽量使用电子邮件的方式。这样就不用面对面了，而且网上有很多好用的表情和图片。如果现实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可供使用就好了。原来前辈也有这种感觉吗？有时候我也试着对着镜子做一些表情练习，但就算是被自己看着，我也会感到害羞。所以，我还是一直戴着口罩吧。
保持警觉，队员。保持警觉，队员。Bronya, 抵达战场。保持警觉，战场如职场。队长，这条路好像能通往摩天轮。哎，可惜我们是在任务中，而且还是在一个随时可能冒出异形构装物的地方。不然坐上摩天轮，俯瞰一下福斯湾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我很怀疑这个大家伙究竟能不能转起来，毕竟半个城市淹没在水中，不知道还有没有电力呢。哎，小 T， 怎么听你口气还有点小小的失望？难道说全说出来了？啊，不对，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摩天轮吗？以前也和大家一起坐过呢。你们看，队长露出了很少见的表情呢。莱尔，
需要我禁止你说除了战术报告外的任何话吗？哎，别呀，队长，我错了。不过说到摩天轮，我也曾经有过美好的回忆呢。这是一段尘封的过往，是一段我不愿诉说的哀伤。既然你们一定要问，那我就娓娓细讲。不，谁也没问你。曾经有一位美丽的女孩，是我的青梅竹马，我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长大后他便离开了家。这些年我寻遍海角天涯，却始终无法再见到他。你究竟身在何处，我挚爱的女孩艾斯黛拉？原来莱尔前辈还有这么一段伤感的往事啊。不要在一夕之末节。所以这和摩天轮有什么关系？队长，你在意的是这里啊。0019，测试一下侦察单元的状况，行动开始。抓紧时间，快！小心！目标地点不在这个方向，折返吧。我马上。赶紧吧。离近了才发现，这个摩天轮的位置很不正常。几乎是被强硬地钉在了山崖上，不可能一开始就是这么建造的吧。会不会是那些构装体怪物做的？你是说就像那个护士外形的怪物会模仿人类的语言一样，他们也可能会模仿人类建造城市？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可能没搞明白摩天轮是需要转的。除此之外，山崖本身也很奇怪，像是地表塌陷后形成的。如果说对面就是盛放丹，那为什么这里的地面会陡然断裂？
陡然断裂，这倒是能解释得通为什么这里大半被淹没在了水中。啊，总觉得谜题越来越多了。队长，你怎么了？我在考虑一件事情。那边就是我们从亚天魔城出来后降落到的地方。对啊，只要到了那里，我们就可以回圣方丹了。所以我在考虑，眼前这台摩天轮是不是恰好能当一条捷径。摩天轮是捷径啊，没错，距离应该刚刚好够，当然前提是我们能让它动起来。好主意，不愧是队长。哎，那快找找附近有没有什么能让摩天轮转起来的东西吧。啊，这是？看这样子，莫非是摩天轮的控制台？哇，被死死地裹在了红色晶体里。退后，我试试看能否把它打碎。啊，您说的它应该只有红晶对吧？放心，我会调整0019的输出功率。这是，队员，你的通讯器好像识别到了什么信号。卡罗尔，信号指向哪个方向？通往圣方丹的路。不对，这是在福斯湾城区的更深处。不知道，但我们得立即赶去看看。找到有用的东西了。我马上。好的，队长，我马上。论机动性的话，我有。下去了呢。解放！
掉下去吗？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燃尽吧！全力复活！不会掉下去吧？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好的，队长。喂，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某种门扉。这东西，我敢打包票，绝对不是这里的原生产物。大家看，这是。提米朵，用探测器扫一下。哦，好的。崩坏能检测，结果能检测出中等程度的崩坏能。除此之外，还有种类不明的能源反应。比报告中提到的红晶性质更活跃。是和旁边这扇诡异的门有联系吗？难道说他在这扇门的里面？队长，我们前辈，看我不教训教训！啊，我的秘咒枕头被砍坏掉了！危险，快躲起来！这个敌人就由我来对付。啊，难道我刚刚那么帅气的救场了，下一秒就要逃跑，实在太逊了！小吉在那里，跟他在一起的是卡罗尔。队长，前辈，我在这里。啊！总之，先歼灭眼前的敌人。大家小心，他会模仿别人的样子。
太令人吃惊了，那扇门里居然有这么广阔的空间。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反正不是圣方丹。前辈，真的是你吗？你不会也是刚才的复制怪物吧？抱歉，哎，前辈，我回来帮你了。所以和我们分开之后，你确实回到了圣方丹。我也完全搞不明白，为什么之前没发现圣方丹还有一块塌陷的水墨城区。但是我们当时不是被那个大块头追杀吗？我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能背着队长拼命往圣方丹方向跑。好在第一批救援队已经到达，我在萨阿德车站遇到了他们。队长已经被救援队带往附近的临时设施进行治疗。我和他分开的时候，医生说他只是外伤严重些，没有大碍。等一下，虽然我知道你们一定有很多情报想要交换，但在这里久留恐怕不是明智的选择。确实，这里简直像是被恶魔小男孩用积木拼出来的玩具地狱。而且还有很多那种红色的晶体。不排除这里是敌人制造的某种异空间，当务之急是找到能够回到现实的出口。卡罗尔，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我们是顺着你的识别信号，从一扇行司大门的入口处进来的。说起这个，其实我也是一头雾水。我明明是顺着来路，想要回到那个和你们分开的平台的。但走到中途，突然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吸走了，就像灰尘被吸进吸尘器一样，根本无法反抗。睁开眼睛之后，我就已经在这里了。然后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他凭空掉进了这个空间里，再之后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刚刚，真是很谢谢你，卡罗尔小姐。别在意，别在意。原路返回，却进入了不同的空间。你怎么看？我也是这么想的。
如果这个空间被用作福斯湾的伪装，但是扰乱空间的连贯性，什么人能做到这种事情？队长，我们不是要找出口吗？啊，说的对，这些之后再说，我们先前往异空间的深处走走看吧。好的，队长。我马上。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
武器不能正面对抗，甩开这些家伙还是游刃有余的啦。啊，前辈你别生气，我开玩笑的，我有在认真逃跑了。你的身体素质很不错，看得出来基础还是夯实的很出色的。布罗尼亚队长夸奖。啊，快看快看，前面那个门一样的构造，莫非是出口吗？万一它又通向奇怪的地方？但其他出口好像也不存在呢。看来我们别无选择。错吧，我马上，不会掉下去吧？好的，队长，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完全解放！李宁，你稍等，队长，斩尽吧！斩尽吧！
光年抵达战场。啊，我们回来了。哇，第一次觉得这片被水淹没的废墟这么让人感到亲切。哦，原来全景是这个样子的，之前都没有来得及好好看看。我们的位置不是之前的入口，从不同的门出来了吗？好哎，这下终于可以启动摩天轮了。拜托了，动起来吧。哦，真的转起来了。终于，我们可以回到圣方丹了。但是，红晶里的能量为什么会消散呢？难道也和刚刚的神秘空间有关？果然是连接吗？布罗尼亚队长，我已经认识了，你们两位是提米朵和莱尔对吧？我是第三小队的卡罗尔佩伯，不仅实力强劲，而且擅长调节气氛，多指教哦。哦，这个自我介绍似曾相识呢，总觉得我们应该会很合得来。说起来，提米朵也是圣弗雷亚的学生吗？总觉得之前没有见过你呢。喂，别无视我。前辈，你还是这么一本正经啊。这家伙从以前开始就这样。哎，对了，卡罗尔，想不想知道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啊，前辈的，超想听。原来花少男你和前辈是老相识啊！哎，快把各种情报不分巨细的告诉我。你们差不多该收敛一点了。哎，那好吧，布罗尼亚队长和牙医队长一样，都偏袒前辈呢。啊，说起来，前辈，你干嘛从刚刚开始就盯着我看啊？嗯，你就转头四号，彻底无法修复了。应该是在亚天魔城里就有些损坏了。哼，都怪那个大家伙。没有武器，卡罗尔没办法参与一线战斗。但也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基地。毕竟我们的目的是返回圣方丹。
谢谢你，博罗尼亚队长。要是真的留我一个人在基地，我一定会更加自责的。对不起，前辈。在亚天魔城，卡罗尔，你一定是误会了，他不可能是这个意思。要不是卡罗尔为我挡下了那次攻击，我一定已经受了重伤。而且你看，你不是还带了不少物资来吗？怎么看都是天降救星啊。可是前辈自从见到我之后就一直忧心忡忡的，一点也不开心。说点什么吧。真没办法，前辈你这种一本正经的人，偶尔说上一两句甜言蜜语，杀伤力太大了，我认输。无需自责，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正是因为有你们的努力，第三小队才能全员存活。没有比让同伴活下来更大的功勋，你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队长，队长把我想说的全说了，真狡猾。只有我和前辈是做不到的，布罗尼亚队长、小提、花少男，请接受我真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救了大家。道谢就免了，我会让你们俩用好好工作来报答的。走吧，我们去摩天轮。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真是难得一见的好风景。哎，难道只有我觉得摩天轮是用来坐而不是用来站的吗？时间紧迫，这样效率最高。好高，本来还以为能和队长一起坐摩天轮的。对了，到大队面前，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好的，队长。莱尔队员，我再说一遍，你这个故事和摩天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一次，女主角的名字又变了呢。啊！你们居然听了两遍，我深表同情。没错，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逃出亚天魔城后的着陆点。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原路返回的我们会落在这里呢？第三小队明明是在圣方丹大桥等上的台阶。A 地点看似连接着 B，
结果却通向 C， 这种现象我们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吧。第一次是我们撤出亚天魔城时，第二次是卡罗尔尝试从圣方丹暗月路回到福斯湾时。第三次就是我们被那扇诡异的门吸入异空间后回到这里时。那扇门还有里面的空间究竟是什么？也跟亚天魔城里的人跟他们的计划有关吗？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那扇门会不会是一种人为制造的空间错位？也就是说，队长，你觉得门是将两个在现实空间里有一定距离的地点直接连接起来的通道？可是在圣方丹我们并没有见过这种门啊。卡洛尔，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你是在回福斯湾的路上被一股莫名的吸力吸进异空间的，对吧？这和我们在那扇门前的遭遇一模一样。可是那时我并没有看到周围有门啊。别忘了，从圣方丹市区那一侧也无法看到福斯湾这边，而且构装体怪物中也有可以对肉眼完全隐形的种类。同样的隐形技术也可以用在门上吗？也就是说，圣方丹市区说不定也立着好几扇这样的门，只是我们看不到。这也未必，但市中心和福斯湾的连接口一定会有一扇，当然是在这个假设成立的基础上。如果队长的猜测是对的，那么怪物的事情也有解释了。是的，如果假设成立，那这个问题也能得到解答。福斯湾的怪物是从哪里来的？不是和圣方丹城区的一样，来历不明吗？不，我指的是，他们是从哪里被补充的？没错，无论这些怪物的源头是什么，两支小队在过去的十几小时里都已经消灭了相当数量的敌人。但他们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新的种类在不断出现。就像是有一座工厂在没日没夜地拉足马力制造他们。假使真有这么一座工厂，那他又是如何把这些怪物运送到城镇中来的呢？会不会也是通过门里的异空间？哦，很有可能，这样一来就都说得通了。布罗尼亚队长，你简直就是名侦探啊。只是没有凭据的猜测罢了，
总之，我们最好还是把门的事情放在心上。只是叫门的话容易混淆，我们给他想个称呼吧。虽然作用上非常符合，但还是换一个吧，拜托了。是跨越繁星之门的意思吗？前辈好有诗意。嗯，简单易懂，挺好的。那就用星门代称吧，希望之后我们能有机会好好调查一下，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回到圣方丹。嗯，等等，那边好像又有怪物冒出来了。哎，这是怎么了，莱尔？很奇怪，这些怪物是雕塑。这不是怪物的雕塑，是有什么把怪物变成了石像。上方有不明物体出现，大家小心。啊，是他。斩劲吧！
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开门外。Ultimate Blade， 完全解放。指令收到，队长。完全。燃尽吧。燃尽吧。配合的不错，提米朵、莱尔。莱尔的子弹随时守护大家。哇，小提、花少男，你们好强啊！啊，真是的，要是我的武器没有坏掉的话，我也想报一箭之仇啊。就是他把你打飞到了码头，当时我们带着两个伤员，实在没法和他周旋。不过我们赢得也很艰难，这只怪物应该和那个模仿护士的家伙一样，都是比较特殊的个体。压迫感太强了，而且一不小心就会被石化，我紧张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回程路上最后的阻碍也消失了。走吧，回圣风丹。こちらヘルムス02、特殊スタッフ及び補給品の輸送任務完了。これより帰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機長。いえいえ、まだ怪我は完治していませんので、どうか無理をなさらず。残念ですが、それは約束できません。今回は必ず任務を完遂しますから、私の全部をかけて。
ショップ営業開始や。いつでも来てええよ、先輩。有什么吩咐？有什么吩咐？我在听。嗨，哥们儿，好久不见，在圣弗雷亚的生活应该很不错吧？听说你是那里唯一的男学生，美好的校园生活有没有让你变得更活泼一点？还是说更沉稳了？你现在开始走冷酷路线了？
哟，那你应该学了不少东西吧？正好布罗尼亚队长让我们去清剿福斯湾的怪物，要不要来比一场，就像以前那样？咱们应该还没决出胜负吧？我这杆狙击枪百发百中，而正面战场总是你的舞台，每次都分不出高下。既然都要执行任务，为什么不让它变得有意思一些呢？几年不见，口气倒是大了不少。那就这么说定了，到时候见。终于来了，等你等的都快睡着了。就用我们在预备役学校最常用的考核方式来分个高下，谁干掉的怪物越多就算谁赢。 OK， 你应该还记得吧，谁给了敌人致命一击，这一分就是谁的。我的子弹可不会射偏，如果你动作不够快，就等着看他们一只一只被我收入当中吧。来了一个不一般的家伙，虽然对我来说都是一颗子弹的功夫，要抓紧时间哦。但你要解决他应该会麻烦不少，就算两分吧。前面只是热身之友，你应该已经完全回忆起规则了吧？接下来比试正式开始。从现在起，我可不会放水了。这次是动真格的，等你准备好了，我就把怪物引过来。让我看看你到底变强了多少吧，哥们儿。轻轻松松，你怎么样，志友？只要我的子弹出膛，你就知道我又得一分，我却看不到你的进度，这样好像有点不公平。哎呀，再不努努力的话，我就要把剩下的全收下喽。还是比不过你啊。虽然有些不甘心，但这次又是你赢了。行了行了，我愿赌服输，你这家伙真的又变强了呢。
不过我们好久没比试了，就这么结束也太可惜了。找个地方再比一场，这次我一定不会输的。你觉得我会答应吗？其实是还没达成队长定下的指标了。再往前走走看吧。怪物怎么会？倒是省了我们不少功夫。但这些怪物都变成石像了，该如何计分呢？这家伙，没办法，任务优先，比赛只能先放一边了。但你好歹也等等我呀！应该是这家伙，哼，看来我们找到了。还记得我们以前是怎么分工的吗？好哥们儿，那就好说了。你放心，从正面迎敌，我会在侧面给你援护射击的。基友，给我争取一点瞄准的时间。
要我们两个联手，什么敌人都不堪一击。不过我们第二轮的比试得分分别是多少来着？我怎么记得是我击倒的比你多一只呢？啊，算了算了。既然如此，这次比试就先欠着吧，等以后各小队联合演习时再痛快来一场吧。啊，说起来我们两个真是很久没有像这样并肩作战了。自从你去了圣弗雷亚，预备役里就再也没人陪我在训练场打一天的靶了。你的故事我可是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呀。让我想想，有一次，当然只是随口一说，不过这些故事我真想把它们写成一本书，等你哪天也成为了英雄，我就拿出来出版售卖。就叫他不为人知的往事，哇，到时候一定大卖特卖的吧，这样我退休后的生活也就高枕无忧了。放心，我会写的句句属实的，不存在任何诽谤造谣。不过在这之前，你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别干过于冒险的事了。我日后的财富自由可都指望你了。这可是你说的，千万别让我找到机会啊。一言为定，挚友。我们还要在圣方丹待一段时间，基地里的物资会不会不够用呀？圣方丹里应该有很多可用的资源，要不要去收集一些？如果前辈方便的话，可以一起去外面收集一下物资吗？如果前辈有其他事情就算了，我自己一个人也没问题的。真的，我还担心会很麻烦前辈呢。十分感谢。那前辈，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好的。哇，好强的执行力。城市里果然还有很多怪物呀。我马上把他们清除掉。闪进吧。燃尽吧！这是维生素。这，我想起来了，那栋圆柱形的奇怪建筑，感觉很像是医院。虽然我不敢肯定，但或许可以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一些医疗用品。你是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的？看来我猜对了，这里以前应该就是医院，不过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这是天命研发的镇痛药，没想到能在这儿找到，应该是作为援助物资运来的。我记得见效很快，拿一些吧。这种药我听老师讲过，是外用的特效止血药，在市面上很少见。这里的药品种类还真是丰富。这个药品的标签都被腐蚀了，前辈，我觉得还是不要拿比较好。这些药物应该足够我们使用了，或许可以再去市区看看，那里可能会有我们需要的工具。我们能源供应不足，月之环对电能的转化效率还挺高的。这是训练用的拳套，前辈对拳击也感兴趣吗？不少电子元件，虽然和天命生产的型号并不适配，但拿回去改装一下，应该可以短暂使用一段时间。第三小队的前辈看起来很可靠，我也要加油。
候玩过阿拉哈托吗？超有趣的。我马上。